是你把避孕药换成维 C，你跟你妈联手，下套非让我生。现在生了也没有不管。薇姐，今天早上的事情真的很抱歉。我早上出门的时候，大宝不小心吞了一颗备用扣，然后马上就喘不过气来了。我也是第一次当妈，当时我都吓死了，就赶紧带着上医院。当时我以为能来得及。 是我不好，薇姐，要不我辞职吧？行啊，那你去收拾东西。 就这么点出息，说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，这点打击都扛不住。不是你说要活下来的吗？你想活就要有想活的样子啊！你要不想扛，你趁早回家啊，相夫教子去。想薇姐，我特别想，我也想平衡家庭跟工作的关系。 但是我没想到当妈妈这件事这么难，早知道是这样，我肯定我就不生了。小希，生不生，那是你的选择，我没有要求你跟我一样把工作当孩子。你知道当初为什么找你进来吗？ 因为你说你想在这个城市活下去，想要赢，既然现在已经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，那你就得拿出点本事来，你得走得漂亮。好的，薇姐，一定不会让你说的。谢谢薇姐。 对了，薇姐，我打听到了花香宝宝的刘总和孕婴晚会娟，今天晚上7点他们在红餐厅的8号包房，他们底下的人说是众星集团约的饭，我估计是众星想抢这一单。今天早上也说不定，不是因为我迟到。晚会娟。 就是那个，那女的，对，就是那个女的，青藏高原。薇姐，我订了7号包间，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截胡他们，把他们喝倒。我就不信搞不定他们。可以嘛？还不算一孕傻三年。还是年轻，还好。这天生就傻了点儿。 接吧。怎么了？我这开会呢。媳妇儿，老板临时通知我晚上出差去杭州，你得早点回来了。怎么这么突然啊？说是会展那边处理点问题，我要不去真就别想干了。那我这边也不忙不开呀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啊？我媳妇儿，我真没招了，你帮我一下吧，行吗？求你了，小希。 谢谢，去吧去吧。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我跟你说，我忙不开，忙不开，你还安排剩下的。哎呦，不能吃这个，不能吃这脏，爸爸要出差了。等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，转一圈，转一圈，哎，等妈妈回来。哎呦，你等会儿看，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。哎呦，你可算回来了。 我得抓紧走，着什么急啊？你们公司没其他人吗？不是，我都请了多长时间假了？我们公司同事轮番出差，都出差3次了。说实话，我再不去，真有点过分了。媳妇儿，我明天晚上就回啊。那我一个人照顾大宝就不过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公司因为我差点就损失了大几千万的项目，我好不容易在老板那争取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你又跟我来这出。那我又没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？
王伟，当初我可不想生啊，是你把避孕药换成维 C，、哎、你跟你妈联手，下套非让我生，现在生了也没有不管。你说你当着大宝说这多不好啊！大宝，你看你妈都会开玩笑，爸爸妈妈可爱你呢。明天晚上爸爸就出差回来了，给你赚奶粉钱。什么？要找你妈呀？ 哦，要找妈妈，哎，你看看找妈妈，她要找妈妈，没办法。王伟，哎呦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都安排好了，再忍两天，过两天我妈就来了，到时候肯定把咱俩照顾的明明白白的。那这两天怎么办啊？这两天就是再请两天假。我请假？哎，你们公司那个领导姚薇，她离不开你。你说从你进公司开始啊，大事小情全是你张罗，你给她立下了多少丰功伟绩啊？ 他心里有数，咱有能力有实力的，咱怕啥？哎，师傅，来不及了，行，真来不及了，先来了，师傅。哎，马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你真得走，真得走。早点回来。明天肯定回。走了，大宝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。手机掉了。哎，好。手机掉了。是是是是是，手机掉，手机掉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大宝。 大宝，你这个不靠谱的爸呀，又生你养你，还得是你的老母亲呢，来。